就是这个中国发明让全世界竖起大拇指，还有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这款多功能摘果神器有很多优点，让你不得不买。像咱们爱吃的桃子、苹果、香蕉、香椿，各种伸手够不到或者长在高空的水果蔬菜，都可以用它轻轻松松搁到袋子里面。为了让它适应各种高空作业，我们这款摘果神器还可以随意搭配锯子、镰刀、钩子等各种接头进行使用。不管你是锯高空的树枝，还是修自家的果树，哪怕用它去钓鱼、插鱼，都非常的轻松。第二，它有四节伸缩杆，最长可以伸长至6米。有好多老铁问会不会抓不稳，我们家摘果神器的底杆全部是加粗加厚，还配有橡胶防滑手柄，和市场上的便宜货不一样，出门一趟让你满载而归，从此吃水果不再担心钱包不够。第三个，全身不锈钢材质，不管你是风刮还是雨淋，它都不会生锈也不会坏，买一个可以用上好几年，真正实现了一杆多用，才一脚油门的钱。喜欢吃水果的朋友们可以买回去一个试试，不好用我包退，不喜欢我也包退，咱就是这么爽快。